Hey,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阿哲，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些跟星座有关系的，好不好？用星座了解你的 idol。今天我们要聊的 idol 是一个团体，不知道你们没有追原子少年？前阵子呢，我非常的疯狂，一口气把全部的比赛过程三刷，刷了好几回。好的，那我的本命星呢是金星、土星。那天王星也不错，哈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聊一下最高人气的天王星，好不好？那我蹭一下流量。好，那首先呢，我们把每一个 idol 他们里面的成员呢，他们的生日还有星座。首先呢，高虚威，他是念虚哦，不是高虚，是高虚威，1998年2月17日水瓶座。然后高友祥1999年6月1日双子。然后呢，吴玉婷，然后呢，他是2000年5月30日，汤丽杰2001年8月18日，蔡承佑2002年4月10日，然后呢，小孩跟小孩一样是2002年4月10日，都母羊座的啊，对，刚唐丽杰是狮子座的。那呢，周云达就是金云啦，2002年6月29日巨蟹座。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水瓶一个哦，虚威是水瓶，然后高友祥哦，吴雨婷是双子，所以是三个风象。那个唐丽杰、蔡承佑和世华他们是火象星座，是三个火象星座。金云他是巨蟹座的，是水象星座。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是三风三火，三个风象，三个火象星座。这种组合是蛮适合那种风格是属于阳刚 power 的。因为风跟火在星座学来讲是阳刚的，那加上他们是男生所以他们阳刚味会更爆表，所以他们的风格唱跳 rapper 是真的蛮适合他们的，因为唱跳 rapper 是需要那种 manpower 阳刚味要较重的，才能展现出他们的魅力。接下来呢，成员的互动就像会像是那种 buddy buddy 的就是会互相斗来斗去啊，玩来玩去的这一种，讲好听就是 buddy buddy， 讲难听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尤其呢有两个母羊座的他们会很喜欢闹着玩，闹着大家玩，因为母羊座是小朋友在我们的星座学来讲，它是代表人类的出生时期，所以他们的个性像小孩子，喜怒哀乐都会表现在脸上。他们团体呢基本核心会以双子座的高友祥、吴雨婷或者是唐丽杰的狮子为主，因为呢基本上双子跟狮子这两个都蛮适合当 leader 的，双子是出头脑，然后狮子是指挥给大家一个方向。巨蟹座呢适合当忙内啦，就是金云因为巨蟹座的人配合度较高，也比较没有什么想法我们聊一下巨蟹座好了，不然感觉被冷落那巨蟹座呢，金云呢基本上他们对什么东西比较想法就是吃咯，因为巨蟹座的很喜欢吃，好吗？对 ,OK。那接下来呢我个人的想法啦，若是以他们这几位呢成员来当要职的话，就是他们负责的区域，像我会觉得魅力当当就是专门发那种放电的啦镜头多一点的，我会选水瓶座的高旭威及狮子座的唐丽杰。为什么？因为水瓶跟狮子他们的个人魅力风格是很突出的。然后呢意见当当我会给双子座高友祥及吴玉婷。双子座的人就是动脑，他们脑筋很聪明。然后呢领袖当当我会给唐丽杰的狮子。那团康当当，因为我不知道母羊座到底要给他摆什么位置，母羊座就是很喜欢争来争去啊，斗来斗去啊，然后像小朋友这样的互动，所以呢我会觉得给他们团康当当会比较适合他们。那忙内当当呢就给巨蟹座了，因为巨蟹座的人心比较水象星座巨蟹，他心思比较缜密做事比较可以放心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一个跟钱有关系，就是送礼这方面。今天呢你若是要送给母羊座的何世华、蔡承佑还有巨蟹座的金云的话，我觉得你送的东西最好有纪念性的东西像你手写的卡片啊或者是你把他们拍去现场呢就是有照相把它做成拍 leader 就是他们有照片，然后可以写他们这样你一路上你这样跟他们过来呢帮他们做记录，做成一个卡册，一本那个小小的书册这个他们只要感受到你的用心，他们真的会很喜欢这种东西。因为呢母羊跟巨蟹是基本星座，他们是很带念情的，他们是一个很重情义的星座。那双子座的友祥跟玉婷呢，我会觉得送他们有偏功能性好玩的，
我目前想到是山西啦，像可是山西的东西就可能要有一笔钱哦，那你自己就对你的那就要看你的财务状况咯。哦，那狮子座的常理节你就送潮牌衣服，狮子座你就是出去就是要我最亮眼哦，我最帅哦，就是那种感觉这样。而水瓶呢，水瓶座的高虚威，他其实因为送水瓶你就是要刚好送到他心坎里哦，我会觉得保养品像护肝的啦、维他命这些，还有面膜也可以，因为水瓶座人其实有点自恋 哦。那我想当然的话呢，他们比较希望你们钱花在他们的专辑啊，或者在门那个演唱会门票之类的哦，这对他们比较有实质的帮助。以上讲的这样，你要送这些东西的话，以你的经济能力去做参考咯，好不好？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看说你想要单独听哪一个 idol 的解析，因为呢，我目前看起来就是比较表面的哦，这种解释。那你要看你想要了解哪一个 idol 的话，我可以帮你哦，专门做他的主题，然后把他的星座命盘呢，哈，可以更解析更清楚，让你了解你的 idol 台面上跟台面下的模样。好，我是阿哲，我经营 YouTube 叫布偶塔罗，里面有讲星座，还有塔罗占卜的。不嫌弃的话呢，可以过去那边帮我按订阅加分享，好，开启小铃铛。对，那这边的话呢，这 TikTok 呢，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刷个爱心，然后底下留言。求幸福。好，我是阿哲，不嫌弃的话，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